回想也许是期许，不知不觉你的存在开始让我难到时候去了之后我再跟你们说啊。好，你不知道最近眼睛天气怎么样，不说下雪啊，整个月就我们到一天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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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与你的每一刻都是人生中的天籁时刻。纵向天籁人生，致敬天籁15周年。